这个配还不错。 现在手上这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可是我觉得四海洋其实真的蛮强的，所以这个这些掠食者可能只是来打工的。 还有1块钱，24，其实我好像也可以存钱哦。 这些是我的胚，我大概先不抓具体，但也不抓这个啦，这样吧。 我希望打得赢，我忘记他只放一次了，但应该打不赢。来。 其实有点不喜欢这样。 知道，先拿这个哈。就如果拿反曲的话，应该是和绿双，不是绿双，防暴级那件装啊。哦。这样我们可以让一个守护者变很硬，或是让比如说史加纳变很硬，敢斯加纳。 应该打不赢，啊，他全部都2星哎，颜色都2星是怎样？也不给人玩游戏啊！哇，超多人在玩掠食者，掠食者再见，高兴认识你们。
哦，我知道啊。我知道啊。我知道啊。可能要留那个，留一个皮带给黑鼠，黑魔晶鼠。这应该是。我感觉不会玩火人啊，感觉这样就是直冲斯安。这样就够强了。吸鬼可能已经够硬了。怎么不会玩火人呢？其实也可以给他这一件装。可能留着给星级的这些装还是比较好。很赞，我还有超多钱。再一个狂战的话，我可以把法师换掉。等一下还有，就我其实可以把星级的装放在比如说他身上，或者他身上。可能放在他身上比较好。至少黑书了。哇！
这应该是合这个吧。进给他，对啊，我是哦，那他其实可以拿这个，这嗜血是巨人杀手。我们现在应该蛮强的，再稍微等一下。他可能不应该一直站着，不知道，等他血量再多一点。呵呵，燃烧万岁！哦，水晶，我其实可能应该给他这个。三星憨儿，燃烧！我看超痛。啊，这是野怪。还缺一个毒，看到扣个魔可能也应该要抓。
西，这倒也不应该抓、啊。超痛是我错觉吗？不是，他真的超痛。他直接往那边跑啊！啊，就叫爆炸的样子。哦，易大师，他没能做到，呵呵。这家伙也完全没有魔力装了，其实有点憨。我要把这两个升上来啊！是一个两等星级的，五，赞赞，所以这个冰星应该给星级的吗？那我们下来甩星级的或是两星啊，买错了，好呗啊，我打赢任何这边的人吗？我没有办法升八等欸，他们俩都八等了。他疯狂躲，狂闪猛闪。我其实蛮怕我的星级的被激活的。他刚感觉我为了我重新调摆位。风筝他们就是这样，风筝起来，拜。哇，他有40块哦！哦 ，PK 了，法师对抗我。干！金吉德，金吉德，金德家还活着。跳，就是这样，跳起来，跳给他死，真赞。
星级的或一大师基本上，星级的应该比较重要。哦，我打开拿水滴，他不小心拿错了。非常好、啊，哇！他还做火人三星哦，他这他还做火人三星，看他没死。他也没找到火人三星，四暗三剧毒，三狂战，然后其实一直还做蛮多事，就让大家有毒这件事情其实还蛮 ……Oh no， 干完蛋了！啊，他有燃烧吗？它其实没有燃烧哎、欸，所以我今天装起不错，金锭之矛对来说应该也蛮好的。不知道哪一只，哦，干，差一点点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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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